小爷我吗？啊！哟哟哟！这不是天虎吗？怎么着？你今天是想拦路抢劫，还是草菅人命啊？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。<笑>说得跟真的似的。裴耀祖，你爹在阴曹地府闲着没事儿啊？我帮你搭个线儿，你过去陪陪他。哎呦，天虎啊，我是真想害怕呀！你看见我守得不动，枪也在这儿，但是凭你们几个，真不行。今天是阎王饶你的命，就算是飞机大炮都救不了你。 红花姐，那面好像有枪声。哟哟，哼，我好像没中枪啊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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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你睁大眼睛瞅瞅看，我多少个人，多少个枪盯着你，你以为你能把赵天虎接走吗？赵红花，我问你一句，你就算死了，也
不跟老子回去，狗汉奸，你敢？对，狗汉奸，狗汉奸，老子今天就崩了你！赵火花，我实话告诉你，我今天放了赵天虎，他明天一样是死，包括你赵红花。今天把你放了，他们一定会弄死你。日本人有的是狠招，你真的不怕吗？我在中国的土地上，我怕什么那些小鬼子？雷耀祖，我告诉你，有种，你今天就开枪打死我。你要是敢杀中国人，你就把狗汉奸这个臭名给坐实了。我这辈子不杀你，我下辈子也一定会杀了你。杀我，赵红花，我雷耀祖在你心里一直就是这个样子。我如果告诉你，我为小鬼子做孙子是为了你赵红花，你信吗？放屁！我爹被何家湾的人整死了，我白虎山的兄弟死的死，伤的伤，我如果不找个靠山，我拿什么跟何兴国争去？老子今天还告诉你，我雷耀祖好歹是观音河白虎山雷家的少爷。是，老子给小鬼子当孙子是事实，但老子绝对不是汉奸，绝不是。红花，你想杀了我，不用下辈子，这辈子老子还就想死在你手上，我让你一直欠着雷耀祖的。躲开！叫你们躲开，没听见？趁我还没改变主意，赶紧走啊！姐，走吧。走。走。赵红花，你永远是老子的人。